我知道想要学会怎么跑步，要学会跌倒擦了，要扛起烦恼不为嘲笑你就能骄傲。我知道今天烦恼明天更好，努力向前跑，我得到梦想中我想要的骄傲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， 然后我们要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机体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机体吧。我私底下呢做了一个萨克二 FFS 型，它是金色的那个，就是黄色还是金色的那个机体开发的卷。有人说啊，像这种就是这种金色的，有没有？背景是金色的，这是一般的这种，有没有？金一般的颜色。你们看不到我的花束啦。像这个就是有黄色嘛，金色嘛，那这个是白色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金色有人说它的强化上限会比较多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强化到更高。那像这种的就是一般的，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只有10啦，假设它只有强化 10， 那这个可能就可以强化到15这样。所以有人建议我是把这种金色的设计图做出来这样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我想要做的，只有那个萨克。那这一只其实这只也是金色的，它比较像是就是那种训练用吉姆啊，就是修理的，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没有必要把它做出来了吧。对啊，这样感觉好像比较强一点，但是也还好啦。啊，这个我有点想做的里克德姆，他是好像偏向近战的，对，所以有点想。不过先等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金色设计。有，这个是水上型的，水里面型的啦，水系的，但是感觉其实还好，不太喜欢。嗯，再下一个，古夫特装型，他也是近战的，他有一个这个格林炮，这个也。可是为什么我有两张近战的啊？没有，我有那个第三个近战的，就是那个萨克二红色的那个，这是水中型的萨克啊，感觉其实也还好哦，没有特别想要。我想要专注练一台机体这样，那萨克已经有了，但是我想要练联邦类的，这个应该蓄力火箭炮，好，这个应该优先，因为这个是吉姆的，是联邦的，应该可以，蛮喜欢的。那等一下我就先开发那一个。啊，这边有一只一般的吉姆是金色设计图啊，不过我已经有吉姆了，就有点懒。那我们就来开发一个这个吧，地面战形态的吉姆感，我们来开发一下。然后我们用大师级成功强化卷，20000，哇，好贵哦。OK， 完成。然后看一下它是什么特性的，它是装备武器的射程增加 90m。有观众留言跟我讲，对，你们留言的时候啊，可能我会过个几集才看到，因为我的影片都是提前录制的，所以请大家见谅。它这个就是会有那个特色啦，就是它的天赋，像比如说这个是修理大师，我就可以拿它来修理，所以其实我这个啊，我应该要把它改造成修理喷枪才对，这样子的话修理的话会比较 OK。对，那再来是这个的话，萨克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哪一个？它是火箭射手，所以其实我如果用它，把它拿火箭的话，就是火箭筒的话，应该威力会更强。所以之前有人这样跟我建议，所以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对，我们把散弹枪换成萨克火箭炮这样，然后把它开发一下，这样应该 OK。然后，可是其实我也想导弹诶，导弹应该不算是火箭类型的，我们就先弄个火箭筒。我看一下火箭筒还有没有其他的。其他看起来其实都还好，这输出型弹药太少了，算了，先不理它。我们先做个简单的设定就好，射程修正系统。射程修正系统是什么？我看看，我要从哪里看？这里吗？啊，对，这里。LV1， 所以就是射程更远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个就还好了啦，这个射程就还好。那这边呢？看一下，战斗特装。战斗特装什么意思？就是近战更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可以近战啊，近战有升级过的，所以就还好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要把我们刚刚是做了哪一只啊？我们做了一只吉姆改嘛，所以我们要把火箭炮的类型先把这个换成吉姆改，就是这一只，因为它是金色的，我们就来试试看了。这前面会花一点时间啦，请大家稍等一下。它这个是射程修正系统嘛，就是也就是距离更远嘛，我们先把
因为我习惯把第一把枪是用冲锋枪或是光束枪之类的。我们先换成吉姆机枪好了，对，这样我就180 mm 的吧，因为它那个是 90mm 嘛，那这也是 90mm。那再来中间的，我习惯用，哎，它有没有近距离武器？没有啊，它没有近距离武器，它有步枪哦，三连式步枪，步枪，先不要好了，我先找有没有威力更强的，有啦，蓄力火箭炮，我把这边装蓄力火箭炮，这个装备，我们先暂时用初期的，然后再来这边的话。光束枪是比较偏向散弹吧，我觉得，虽然射程短，但连射，哎，连射很优秀哦。好啊，我们来试试看把这个。OK，装备，啊，我们就先这样，把这个积木就啊，顺便强化一下那个机体强化了。有人说喷射蓄力跟喷射容量还有最高速度要优先强化，因为以后都是有点像是小飞侠这样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。成功券啦，不要用大师成功券，感觉有点浪费。我们先一点一点来，好像不太够了，再用一张。OK，增加，好少啊，还是说其实它这个原本就增加比较少？喷射容量我们也来升级一下，然后其他就先放着好了，不要升级太多啊。原则上这是我们的地面编队，就是这几只。远距离也有了嘛，近距离有两只，然后一只这个修理的。那狙击手其实我真的不太会用，我就先放生它，这个宇宙再用吧。然后这只也要改啦，这只也是那个炮手，我把它改成那个吉姆这样。对哦，它不适合那个宇宙，那不行，那这只不行，这只是地面型的，除非装那个一些特别的东西才有办法在宇宙上使用。先这样吧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。狙击手，我觉得这个改成近距离好了，近距离的那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对不起，看一下啊，有没有近距离的啊？只有这个啊，好吧，算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先抽一下扭蛋，然后就直接开始。开始中间我应该会略过一下，对，不好意思，花点时间，大家请见谅一下。我们先来抽个，好像都啊，每日扭蛋券抽一下好了。耶，红色的大师级新兵啊，不用了，那我们只抽一次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。抱歉，花了7分钟在用这个东西。来吧，我们快速开始等待吧。那这边我会跳过，到时候直接到那个游戏开始的时候，啊，稍后回来哦。OK，我们已经要准备开始了。那我先选的是萨克二 FS 型，就是红色的那一只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性能吧。然后他是火箭射手嘛，到时候试试看。虽然他这个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没办法，那个集蓄力的火箭筒我不太会用，对，我不太熟，所以等下可能会用得蛮烂的。我试试看呐，有射到人吗？没有，但我也知道不可能这么的准确哇！别人都射得到我，为什么射不到人家？有了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，感谢哦，好痛呢！不行不行，我要躲后面了，太痛了太痛了。不对，躲到后面好像也蛮难的。从这边好了，看一下，嘿，有射中吗？是有敌人是不是？有，有敌人呢，好多敌人啊！让我看一下。有了，中了啊！死了！快快快，帮我修理！啊，死了！好快啊、哦！我还是玩的没有很强。我换一下这只好了，这只可以蓄力。我这边初级好了。我军兽啊，X 被攻击了。我这 X 有人啊，暂时先不回去了。这人受伤了，但是我没办法修理他。我先用这个好了。只有一颗射到，有点惨。
哇，死了！哎呦，有人在帮我修理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复活中了，我要复活了，我要复活了！耶耶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！我先回复一下我的那个装甲值。哦，他那把枪一射我就会掉下来，还蛮强的。中吧，有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我先换一下那个蓄力火箭筒，感觉比较痛。哎，没有中。有了，有中了，听到那个呛的一声。有中，修理一下，修理一下。这边好像有一只，太好了，不要动啊！射得到吗？射不到，算了。来吧！看一下啊，我直接扫描，嘿，有中了，然后这一次蛮容易中的，哇，没中，哇，好多只好多只，啊，修理请求，这次会有人修理我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。我死了，好，再选一下这一只吧。我应该要找一个狭窄的地方攻进去才对。哪里好啊？还是只能选这边了。哇，这边好拖那个地雷。为什么要挡我的火箭炮？有了，中了，中了。X 一票 ，X 有一堆人。啊，死了！哦，有一只那个。敌方的那个，先跑到这里来。有了，中了，有了，中了，有了，我还没中，中了，好难打哦。哇，没中。又没中，我的近战真的有点烂。他快死了，剩一半的血了。算了，我不要近战了，好累了。啊，算了，我用冲锋枪好了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！有敌军，有敌军。哦，哪里啊？他好像有看到敌军攻击我们。他快死了，最后一击，最后一击。啊，我死了。有人要修理我吗？我被狙击狙死了。
啊，这边我们也占据了。我不知道到底要瞄准谁。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敌人在哪里？没中啊！那边有一只，先打那一只。嘿！哎，没砍到，嘿嘿。哦，死了死了，好幸运啊！哎，没中没中，哦，来了，到狙击手，哎，死了，好强哦，这要十秒，那我先换这一只好了。哇 ，X 好像很多敌人进攻哎，我等下回 X 了，等下回 X。哦，敌人，死了死了死了。这边帮他们修理。OK。啊，那边。我们根本修理团队嘛，蛮酷的，蛮酷的。这也顺便修一下哦。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！他们应该往前攻了，所以我在前面也摆一个修理的装置，大概在这里好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呀，那边有敌人哎！哇、哦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我应该要在这边装一个好了，不要不要，在角落这边装好了。你啊，这也可以瞄准哎，修理也可以瞄准，只要够近的话就可以瞄准。啊，这射不到，这射不到。哦哦，我也死了，周围应该没有修啊，我死了。好，接下来往 X 了 ，X 太容易被攻了。我们现在的那个整体血量没有那么多，我先换狙击手好了，因为狙击手我有配备雷达，可是你们看，这只狙击型吉姆，它的喷射速度真的是很慢，非常慢，走路也超慢的。先摆一个啊，因为都没有人摆那个雷达，来摆一下。这边又一个，这边两个，然后再来是。看哪一边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了、啊？
这边边也应该要改摆一个才对。嗯、然后等一下那边右边那上面也可以摆一个。摆在这上面、啊。我习惯摆在这上面，虽然很容易被人家发现，但是其实有一些人并不会发现。我们摆在最顶端。OK。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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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，成功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这里 ，OK， 左边也摆一个啦，让他们比较耗时一点，虽然也没有耗多少时间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敌人。哎、欸，有敌人，哎、欸、跑了，敌人跑了，蹲这里，蹲这里。这耶！我打死一只敌人了，太开心了！作为狙击手，第一次打死敌人，用这一支狙击枪啊！再看一下有没有，目前是没有看到。我们就先守家好了，现在下一个时间。后面有那个队友一起进攻了，加油，队友加油！我在后面支援你们，胆小的支援你们。好，我们先前进好了，因为队友已经前进了，应该可以把战线推在前，推到前面。什么是战线？如果有一些人不知道啊，就是有点像是你占领的区域这样，你可以就是你占领的区域里面，通常来讲就不会再有敌人嘛，那就叫战线。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队友已经进攻到前面，那这后面到基地前之间这一条路啊，都是我们的战线，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，那这中间不太可能会有敌人，除非有人偷袭。对，意思战线都是这样的意思。简单来讲，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敌人。哎，有队友送那个哎，好像是战略武器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右上角有那个地图有一个两个圈圈合在一起的，那个是战略武器，我忘记是什么东西了，没有记得很清楚，应该是核弹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有队友在护送在拿这个东西的话，哎，就是这个。如果有你看到有队友在拿这个东西，就尽量支援他。打死了！哎，没射到，蹲下！别想，别想！好难射哦！天哪，好难射哦！我跳来跳去的。哦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躲这里，躲这里。没阿迪了，我们换近战啊。那个中距离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修理的吗？他把它放在这里是有何用意？不太懂。得了，打死一只，这样也可以打，太强了。直接坐在这里好了。海门剑，开门放狗。还没敌人嘞、欸，哎呦，他要把拿过去了。啊，左边的敌人，左边的敌人。快前进，快前进！哎、欸，啊，有敌人嘞、欸！哇哇，输了输了，完蛋了，死了！啊，有人说别运气 A 了，但是有人把他运气 A 呀、啊。我们接下来再X 的那个为什么又没了？哇哇哇！那我要等几秒钟哎。那我先用这只手好了，先用这只手，等下死掉再继续守 X。我们的血量跟蓝色的蓝队的血量已经比较多嘞，所以我们只要 X 守好，其实我们就可以赢了。我们就先把 X 守好吧，先来这边啦。因为后面应该哦有敌人出现了，在前面，他往左边前进了，他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有看到，啊、然后他往这边了，他会从旁边路过，你先往这边走，有敌人，真的有敌人，嘿，哇，有人他被轰下来了。
哇、哦，好痛！啊，死了！他们进攻进来，我们应该换近战。哇，完蛋！进来了！快！没看到。好难哦！死了！他们又用那个粒子让我们混乱，就是看不到地图。先守好这边吧。啊，没事的。敵本拠点を破壊してみせよ。あっけなく終わりやもしれんな。有了，成功上来了。啊，又没瞄到。那边应该有敌人，射不到啊！我还是要等敌人靠近我，我再攻击啊。就是用近战，不然远战其实我真的没有。有敌人偷袭，我看刚刚看到一个没有颜色的，他来了。嗨，你好，没攻中，可恶，他炸到自己了，我赢了，我打死他了，太好了。我爹来了，死了，还有吗？应该没有，我先退回原本的里面，这样比较好守。那是敌人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家应该还有一个人，我敌人应该会显示。我先后退好了，因为只剩半分钟了。前面是不是又看到一个敌人？还有，对。那也是敌人，先前进。有，看到了，没弹药了。然后他死了，我们赢了。我们现在血量算就是上面的血量比他们多，所以我们赢了。对，我们赢了，太好了！而且我们战力又增加了，好开心啊！我们赢了，可以提早进驻了，耶！我看一下我这次的战绩，击破六个，算是还可以啦。之前都只击破大概三个、两个、三个吧。对啊，这次的结果算是 OK 啦。我自己的就是击坠的数量，我可以接受了。等下看一下死亡数好了。我们都是 ABB 耶，算是这次的那个分数算是不错哎，个人觉得啦。好，五个扭蛋卷，哦，初级型吉姆，而且那是金色还是一般的颜色的图啊？我没有注意看。好了，我们刚刚有拿到一个扭蛋卷，那我们等一下来抽一下，就这个结束吧。然后我们要拿这个东西 ，OK， 我是会把扭蛋卷维持在三张啦，是我的幸运数字。有了超级扭蛋有一张，啊，我们各抽一次好了。推进器没啥用，就是一般的道具吧。机体特性强化卷，这边也是四个，一般的补包没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这其实不用讲了啦，后面片尾会讲。
好，那我们这一节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节实况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